莱西。12年的新瑞是一个古灵精怪的中二病少年。参加完学校的逃逸节后，一个人走到了涵洞口，坐在一张黑色的椅子上休息。人生好难，比我这么努力，期中考数学还是不及格。比我那么努力的对抗新冠病毒，没想到妈妈却染疫了。我到底还要借住在亲戚家多久？这时，黑桃老板从涵洞的另一头走进了30年前的桃子角，准备寻找自己的接班人。原来这就是我救世主啊！哦，是小弟，能加入我公司吗？你谁啊？我妈说穿全身黑了，都不是善类。什么？不是善类，不可是那。啊，善，那打开了，输入你爸妈18。可以得到我送你的神秘小礼物。黑衣人走进涵洞后，涵洞随即消失，希瑞看得目瞪口呆。你非常荣幸被我看到，我这里有新冠肺炎解药，这将是拯救你妈妈的唯一希望。真的吗？自从我妈来以后，我已经1个月没有见到她了。我真的好想念妈咪，好想回到从前不用戴口罩的日子。你要是加入我公司的话，我可以完全给你消除病毒解药。有兴趣的话，我在30年后等你哦。我一定会去的。那张他们刚刚坐的椅子突然发出机械声响。哎呀，好臭啊！刚才那个旁边还在我身上放屁，要不是黑桃老板说要泼我杯水，这老子我才不干。此时，在未来等待的黑桃老板正在喃喃自语：“哦，好累啊，不知道哥哥大侠你会不会被我引诱成功。”我是希瑞，我是来面试的。过去。好的，谢谢你。跟你郑重介绍一下，我就是丁干五男虾，干五出来超过黑心做商人。我的兴趣是开发人类需求商品，例如让人愉悦到不行的智慧型白粉。然后，另外我试试啊。希瑞只好使劲将他拉到安全的地方。哎，好痛啊！哎，老板还好吗？请你代替我抓住他们，我把幸福熊宝交给你了，员工。员工们看到熊宝会幸福于你，拜托了，我先去你便当的。好，我一定会让黑桃七年换阳光蛋的，但是请你先给我解药啊。是，解药就在我办公室右边第五个抽屉的右边的。话还没说完，3秒后便断了气。不入雪，焉得无子？只要成为黑桃企业里的经营人，我一定可以找到解药的。妈，你等我，我会回去救你。嗨嗨，我是新上任的黑桃老板，星座是双子座，血型是 A 型。喜欢吃巧克力、洋芋片等高热量营养食品。谢老板，我没时间了，我赶快逃离这里吧。为了避免警察再次找到他们的据点，他们决定直接逃到宇宙中与地球环境最酷似的火星去。
任务艰难，他和员工们齐心打造了各种 AI。我是微型机器人，冒险救人，我能成就这些人类所不能的。我是时尚机器人，不用名牌，我的个人化时尚搭配服务，绝对让你美到太空，晒到大地球。我是医疗机器人，不管是新冠肺炎还是旧冠肺炎的解药，我都可以做出来。我是娱乐机器人，想玩3D就来找我，我马上玩。我是美图机器人，被一名犯罪后是惊奇的料理出炉了，你要来一口吗？好耶，我们终于成功在火星上落地生根了。那当然，还不是多亏了我们 AI 的优质能力。对啊对啊，等等，你们说什么？希瑞发现 AI 的城市盲显示异常，早已失去了控制，甚至开始反抗人类。假如你生气，假如你生气，要我陪逃，要我陪逃。说不要生气，我气死了！不如我们来比赛啊！啦啦啦啦啦！这个裁判，来决定，就是你们两个了。给你成交。百人工智能，人工智能 VS 人类，人类开始啦，开始啦！到底谁才能成为黑桃企业的大当家呢？大当家！来，首先要是两队虚张声势，互呛一杯喽！开始。准备好输给我了吗？等会就不要见怪了。哇，空亮的傻子，你嘴很利嘛，我好怕哦，我的天 ，I'm so scared。人城市植物的很成功嘛，但你们只不过是我们随意创造出的无细胞生物，不配再嚣张跋扈。我们只要改一下城市，你们两个渣都不是好吗？原来你们自豪的技术也只能够创造我们这种无细胞生物。在座的各位看见了吗？难道这就是人工智慧的品格吗？嘿，张浩发现你们人工植入了修复情绪城市嘛，救命！没有我们就没有你们，所以黑桃企业的功劳应该是属于我们的才对。眼看情况快要不可收拾，裁判赶紧吹哨。现场一片骚动，眼前充满了来自地球的人类。嗨，各位被命运方程式选中的新人，穿越时空运动来到30年后的火星。现在我们比赛即将开始，请问你们支持的是哪一队呢？无所不能，唯有。我们要比三回合，每回合获胜者可得一分，累计最高分的就是获胜者，拥有公司的永续经营权，输家必须永久服从赢家。Are you ready? Go! 第一回合，青春可人数。青春可人数。决赛当天，就有在座的各位表决出赢家。资料搜寻系统看到，我们使用 3D 滤镜机会有99%的胜算。不如用黑桃公司老板的照片来当模特吧。嗯，好主意。我相信他够了。够了。效果会有100%的明显。AI 队派出时尚 AI 制作 3D 滤镜机，效果可维持一周。滤镜下的黑桃老板展现出各种面貌，让 AI 们啧啧称奇。We gon' get it poppin', we gon' get it poppin'。 而另一边的人类队搜罗了各家厂牌的明星商品，化妆师们七手八脚的在希瑞的脸上不断尝试。准备是高亮实验品啦！经过一阵手忙脚乱的练习之后，希瑞看向镜子。Thank you.
在观众开始进行投票，到底哪一方会成为青春可人数的获胜者呢？哇，又是不分上下哎！那我们恭喜 AI 队以一分之差拿下第一局的获胜，恭喜他们！又持久，深深吸引着2050年懒惰的人类 ，AI 才得以险胜。而另一边的人类队因为输了第一局而感到愤愤不平。没想到我堂堂中二少年，居然输给了一张黑桃老板的赌招。真没想到，威尔现在还有这种技术啊！是个日本的哆啦 A 梦进口的机器吧？有钱就是任性。对嘛？第二回合我们要比的是取得小学生的福利，给队友24小时的准备时间，日食不候哦。有什么主意吗？不如我们就快速娱乐 AI 新研发的游戏吧，快速又省力，吸引小学生的注意。有人大人都说小孩子玩游戏会变成沙发马铃薯，不如他们智商变高，变成1000000，还要增强费力值也要增强。唉，真想回到学生时期，都不用翻这些543。要是我们小时候研发出人工智慧的话，连作业都不用写了呢。现在的小学生真是幸福，可惜他们除了要上课，还有额外的安心班，怎么那么可怜？那就让他们更幸福吧，也再完成我童年的心愿。不如改成上课5分钟，下课45分钟，坚持了5分钟的学生还可以获得1大笔奖金，这样如何？我学生时期想赞助很久了。难不成我们还进小学系统吗？不，直接踏入立法院的法律系统。AI 和世界第一大 VR 公司星际未来合作，玩家包含世界各国，宇宙中无数个星球，让小学生尽情的玩游戏成长。是踏入了立法院的法律系统，修改了的上下课时间。现在我们生活实在太美好了，根本是天堂啊，爽歪歪！现在上课只需要5分钟，你先问妈，你先要妈，你得不到的。大办公室同了，终于迎来胜负揭晓的时刻了，我们肯定会获胜的。那可不好说。最后，我们恭喜人类的获胜！耶！游戏不能天天玩，但上学要天天去啊！果然是没有读过书的 AI 啊。Yes， 水平二。目前比分为1:1，这将是最终回合，我们要比的是掌握人心的能力。掌握人心的能力。请两队尽全力，激发出更好的创意。有什么主意吗？千万不能再输给人类了。我有个好点子，看书美食 AI 研发神仙级油炸高热量营养食品，掌握小鬼的胃啊！哎，演算法结果出来了，用人说买人的成功率比较高。太棒了，不如快出我和时尚 AI 合作吧。哎 ，AI 创造的虚拟偶像团体黑桃 Girl 在各个星球举办演唱会，人气也不断上升。我们各自的笑容都比我的美，黑桃偶像的舞蹈永远都耀眼，热爱1050度。于是他们决定用珍珠奶
茶，台湾最厉害的美食来抵挡 AI 的声势。降落。开了好多家分店，每天都有人大排长龙，只为喝一杯他们制造的饮料。你们快来看看，这个是我们忠实的粉丝帮我们买的知名饮料哦，这个是要排好久的。哦，是吗？接着，紧张刺激的时刻来了，观众开始进行投票。该不会你们就是偷偷的创始人吧？哈哈，想不到吧？这里是我输的心服口服，但是饮料真的好好喝啊，让我生充满了梦想，我的人生充满了力量。总而言之，恭喜你们赢了，我们终究还是输了。我觉得如果人类跟 AI 一起治理公司，一定可以为世界贡献更多的美好，你们说是吧？是啊。而 AI 喝着 Toto 奶茶，笑得合不拢嘴。够了！谢谢各位妹妹，方程是选择的幸运儿。现在每一位都可以来领一杯偷偷奶茶，回到地球去吧。城市感。